律师在接办死刑案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辛、压力非常大的工作。那么，说它是艰辛跟压力大，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原因。那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原因，其实不外乎就是因为你的当事人、你的被告，他其实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如果律师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说服法院的时候，那么他的当事人随时可能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这个对律师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心理压力。除了这个之外，大部分的死刑案件通常都是社会瞩目的案件，所以律师在接办这类案件的时候，他也会必须要承受来自于社会的压力，甚至来自于亲朋好友的压力。所以对于很多律师来讲，都会觉得接办死刑案件是一个相当辛苦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在目前的这个国际人权法的潮流之下，一般都要求说，死刑案件的审判，法院必须要遵循最最严谨的正当法律的程序。那不仅是审理的程序，在律师提供的辩护的协助方面，也必须要是强度最高的。那么这一些国际人权法上面的要求，其实都给了律师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责任，他必须要给自己的当事人、给这位被告提供最充分的辩护，他必须要能够为自己的当事人提出各式有利的辩护的因素。一个死刑案件的出现，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背景的因素，比如说证人可能遭到刑求，被告自己也可能遭到刑求，也有比如说是被告自己本身的因素，比如说被告可能有心智障碍的状况，比如说他是因为遭受到家庭暴力的原因才犯案，这些有利于被告的因素要怎么在法庭里面呈现出来，让法官去注意到？如果你不去呈现出来的话，在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在台湾的状况之下，法官可能会故意去忽略有利被告的因素，然后偏向检察官这一方，导致法院不断地做出死刑的判决。但这样的判决是不对公对被告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一个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的一个判决的结果。所以要推翻这样一个结果的话，律师必须要履行相当多的责任，必须要遵循国际人权法要求之下，让确保法院可以执行一个最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一个审判的程序，然后也提供给自己的当事人一个最充分的辩护的保障。这些与其说它是工作，有一些律师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压力，所以律师很多都会觉得接办死刑案件是吃力不讨好。但是死刑案件既然它可能会剥夺被告的生命权，身为一个律师，其实不需要去担心害怕这样的工作。今天我们有这一份死刑的辩护手册，它就是提供律师这样的一个指引，里面有非常多的 guideline， 告诉律师你在接办死刑案件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困境，可能会面临到的这样的困难，遇到的时候要怎么去处理。有这样一本手册，你不但可以跟自己的同道讨论，也可以从这本手册里面去发现自己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究竟要怎么去处理，对自己的当事人才是最有保障的方式，让整个审判的案件才能够最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这一份手册，我相信对于律师接办死刑案件是非常有帮助的。